Hello， 我是幸福爸爸企业家玉成，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如果你是从事业务工作、组织行销，还是你正在创业的老板朋友，你一定要把这时间记下来，就是12月27号的晚上9点到10点。那我们前一阵子跟我的恩师嘉欣老师提到，我身边有很多从事业务相关工作的朋友，那能不能针对这一块跟他们分享一个有关于业务倍数成长的关键秘密啊，所以呢，老师特别拨下了这个很重要的时间呢，因为他的时间真的很珍贵哈。那一天晚上他会跟大家分享如何短时间增加你的业务业绩，然后并且呢，能够让你的顾客愿意为你转介绍的关键秘密在哪里哈？那我真的很诚心的邀请你一起来参加这一次的讲座啊，因为真的学要跟最好的学，他在过去三次的业务工作都是得到全国冠军，而我自己本身跟他这一年来学习，也让我自己本身的收入也增加了以往的一倍以上啊，所以我感受到老师他所教的东西是的确有用的啊，所以呢，邀请你。12月27号的晚上，你是从事业务工作相关的朋友，你一定要来参加，我们那天晚上见咯。嗨，我是幸福爸爸企业家玉成。你最忠诚的朋友，幸福爸爸企业家玉成。